要按怎才会当入佛的境界呢？所以啊，妈明菩萨在起信论内面讲得真好。你按怎才当入佛的境界呢？你逐天啊听佛讲经说法啦，哎，你言说上决定啊，唔通去分别执着佛的这个言说。现在就是讲言说变作文理，文理是言说的符号，所以未当执着文理上。你若执着就错了，你是功夫，这物件不是目的啊。爱理名理想，名理想就是所有一切名词啊事故。我们了解伊的意思，未当分别执着，也是离心面上，离心面上未当想，未当想，或是这为什么意思？迄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一个想就错了，一想就落伫这意识内底去了。会当用这款方法来听经闻法。啊，这个人啊，即会当入佛的地见啦。佛学经常讲，开始悟入入佛地见啦，你才成就。啊，这是大乘啊佛法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